衛生局在譚司長的領導下，近來已經積極為這個專科學院籌備，希望能夠在未來，特別是配合這個氹仔的醫療綜合體，是希望能夠培訓多一批的專科醫生。另外在專科醫生現在的持續培訓和他們的水平裡面提高，來到提升對居民的服務。一個問題是老齡化，簡單來說，就算65歲退休，都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是退休的生活。退休的生活其中一個面對就是疾病，這個我們一定要照顧好它，才能夠在晚年能夠安居。所以從妥善醫療預防優先去考慮，我們需要加大資源、財政的資源、人力的資源和專業的培訓，以應付未來的需要。